为在桃园龙潭街升级厅，在清朝光绪年年四年1875年建立，在台湾立下水台，保存最完整的金丝亭。升级亭有很多金丝亭，以前托书人写诗的字，我拿到列位手帖，传达金丝写字的观念。感谢文史对社会文明的重要。龙潭升级亭经过80年的建立，始于1955年老露台改乡，韩国做了两排石殿，民国68年国家起牌楼，也今年要老露大发东大摆，将有乡下上金色的庭院用的。一间庭院做得看到东城东发，二间庭院两片有一堆石壁，三间露台头前是几丝重叠的神塔。最初露台分作三层，从下头到上头代表的是八卦、思想和乐器。下层洞王浮雕洞墙，中间是露神，两片也有刻金丝对联的诗。塔当高的符代表此言的流传。四角的大棚水刻有黑铁片的装饰，很多瓷梁吞脚，有撇下的意义。龙潭升级亭是桃园地区金丝亭的代表，空间东发，做工东优，保存完整。那里下丝厅上级古迹，不但将保存了头摆托书人金致的精神，也见证了桃园两位文化丰富的历史。